还。其实不会太热哎。现在比较不会热了啦。我们现在几点呢？大概快五点了，傍晚五点了。所以人也比较少了。起来。这店也没开哦。现在还是很多人呢。比较少了的。竹南镇公所。这边是汽机车请勿进入，但是还是有车子进来啊。沙滩是往前面，它还是在这边。我看一下，我搞错了吧？好，你看这条线，嘉义之声。请问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海滩是从那边进去吗？还是从这边？哦，从这边是不是？好，谢谢。啊，搞错了啊！因为我看到前面封起来，我想说它是不是有改过？好棒啊！我说这只手，你没有戴好。看到海喽，要小心哦。我在泰国已经跌倒一次了，不用怕了。嗯，慢慢来啊。那你再把拖鞋洗干净。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，走自己的，走自己的。我也是啊。不开了。哇哦！哇，还好戴草帽来，还是很热的。这个时间怎么没有很多人在晚睡？人都离开了吧？我们是晚来的。晚来的还是有点多。晚来比较不会这么热。台湾这么多人，应该热好大的一台电风扇哦！帽子掉了哦！哎，你帽子掉了，你不晓得哦？哎，要是他没有跟你讲，没有跟你讲，你就不见了。这没有跟人家谢谢吗？没有哎，我有见。你有吗？我没有听到。好，往前面走。我先去游泳。可以啊，当然哦。先冲个凉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再脱衣服。可以。那我的那个就摆在哪？不是，你要先找个地方，先找个地方放鞋子、放衣服、放包包。比较不湿的。对。但是我们再往前走一点好不好？不要离海滩太远。不然就飞走了。对，靠近一点。哇，我们之前来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这个电力风力发电。你看现在有几只？数不清了，我觉得有四五十只有吧。嗯，还好咯，都先到了，慢慢来啊。我先找一下好位置，拜拜。冲吧！哎，这是什么？我以为老鼠，天哪！我以为。那个长长是尾巴，吓、那个、到了。所以那是绳子啊，可能。哇，这边已经到膝盖了，已经到小腿了。哎、欸，在这边好像不用戴口罩吧？都已经是。对啊，来，那你的口罩给我。
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来是最好的？对。有没有？不会太热，太阳也没有那么大了。哎呦，我踢到石头！哎呦，脚痛，脚痛，脚痛！干嘛？踢到石头。有一颗石头在里面。啊，我要去深一点。哎，有一点点冷的嘞。有冷吗？有冷。我啦。不会了，我觉得温暖了。正温暖的时候。没有用到身体。哦，我也想像你一样泡在里面哎。啊，海水好咸啊！不然怎么叫海水呢？你知道国外有一个海叫死海，它里面的这个海水啊，就它很咸，咸到你手会被灼伤，皮肤碰到会受伤，会痛，会刺痛。我要去一下。有没有喝到超级咸的海带汤？啊，你看那个，浪吗？浪也还好，没有很大、啊。都在往前了、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再前面一点点就好了，怕危险。也还好，那没有车，好奇怪。做了如何啦？好逊哦！你看爸爸做的，爸爸花了十分钟盖出来这个正方形。爸爸真厉害啊，对沙雕很有天分。你看这盖得多漂亮，看这个四方形，还带点弧形这样。要再圆子吗？要圆不圆？要方不方？你看多厉害啊！哎，你不要毁了我伟大的作品哦。这是垒包吧？有没有打棒球那个垒包？你看，跑垒，跑垒，跑垒！啊！啊！没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学我啊！你要有点创意好不好？不要偷我的创意啊！正在用。我盖四方形，你就不能盖四方形。你做了什么？做一个可以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交一个谱，不是如山。三条线，三。这个诗的名字叫什么？忘了。干得好。我要做一个。哎，这个诗的名称叫什么？啊，不知道。老师没有看过。少来了，是你忘了，怪老师。是谁写的？哪一位诗人写的？就做一个泥巴球。哎呀，看到这我就想到大便。想到狗屎啊，一颗一颗的。哎，我要开始做了。这就不用去泰国了嘞，哈。我们不用去泰国嘞，在那边就好了。
哎、欸，你可以敷脸，你把它涂在脸上。很奇怪，最好是可以。他们用那个火山泥涂在脸上，然后可以让你的让你变漂亮。你假装那个是火山泥有没有？把它放在你脸上。你来，涂在你脸上。你会变帅啊！我不用了，我已经超级够帅了。你要帮我敷脚吗？你现在也变红了、欸、啊，我的脚变漂亮了耶，皮肤变好啦。那我也有飞机。哦，那是飞去哪里呢？西家带卷啊。妈妈要不是脚受伤，她也会来的。喝醉酒是不是摇来摇去的？摇来摇去的。你叫臭狗。你这是臭狗。哎，那你就到那个前面去，蹲着，然后偷偷的尿出来，神不知鬼不觉，除了我知道，只要我知道，大家都会知道的。我要去跟你老师说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有没有看到？来，东西给我呢，你去，先给我。神不知鬼不觉的，你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尿出来哦。你要蹲在那个海水里面，假装在看风景，其实是在，其实是偷偷的尿。快点啦、啊！你不是要尿吗？赶快去前面。我好像讲太大声了哦，应该被听到的。包包湿掉了，怎么办？里面有手机。好了，再玩一下，我们要回家喽。